中考特长生就是他是以这个特长生的身份去进的高中，他是加分数有个100分，看孩子考了以后，考了这个文化课，考了专业以后，专业考的分数的高低来定这个最后加多少分。对，和奔驰租的一个院，奔驰的楼上。伟哥，你别点个关注。对呀、啊，鸭腿真疼呀，肯定疼呀。现在他都快哭了。老师说他鞋臭，他脚臭。啊，不，舍不了，舍不了。就是老师不是全部的重心全部做到他身上的。他们是高三。对，脚那本来就是零基础，才学了2个月，还没需要时间。总共是6个月的时间。对，没有基础就是难一些。你像有的孩子他天生脚背就好，1.72，90公斤，要压肯定能给你压下去。你要17290公斤，我给你找4个男老师。对，这一般的就是我们这里头也有家长在看啊，有他们的家长在，他们也经常，对吧，就是他们肯定看也心疼啊，能不心疼吗？这没办法，有的孩子文化课就是弱啊，你们也知道孩子，大家都说不要分3、6、9等，也有人就是，对吧，就给孩子划分了。为什么就觉得自己孩子比别人孩子差？为什么自己孩子就不能靠其他专业去上大学？对，舞蹈教育、舞蹈编导、舞蹈表演这几个专业，还有个舞蹈学。是的，而且他以后就是就业方向广一些。你放心，练完他们学完舞蹈，肯定那个形象气质特别好。不是他开玩笑的，老师开玩笑的，又不是真说了。而且每天还要求他们，班主任还得每天盯他们去洗脚，对他们是好事。BGM 是什么？不知道 BGM 是啥，得问老师了。他们也就是高三的时候，高二的时候，高二放完这个上完下学期的课以后来的，才来了2个月啊。那后面的。亚维疼的，崔姐，亚维疼的，所以就肯定身体会拧。学的爵士能，爵士不能艺考，爵士无法参加艺考。舞蹈几个班？舞蹈有九个班。老师现在抱腿都能抱上去。
这块的普遍高一些，这边的。老师抱腿都没问题，控腿都没问题。老师不生孩吗？老师没有生活吗？搞得就跟你们说的，人必须是圣人。上完高中后基本功能跟上，只要你肯练就能跟上，你要不练那就不一定能跟上了。这个东西就是天天都得练，它的拉伸肌肉筋就属于天天练的，你要是一天放过就相当于退功了。不管了，你每天腿刮了。不知道有些人在搞什么，他可能就是对吧，不用理他。起吧，起床身。多大年纪都能练，看你练还是不练。就是我们就经常就像搬了后腿的下场，经常会看到一些什么，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对吧，健身的都会点收藏，但是从来不练，那什么效果也没有，永远练不好。成人能开成人班，我们明年的就是那个3月份是有的。哈喽东哥你好，你最近不直播吗？没看见你。24届艺考，有的省份提前了，咱们应该啊还是一月份，提前也是一周左右，是这个。如果是提前的话，他压的是那个韧带和肌肉，他压的不是那个骨头，这个你们懂吗？拉丁和这个哪个好考一点？拉丁是什么？拉丁是体育舞蹈，然后这个就是民族舞呢，就是艺考类、艺术类，不一样，走的方向不一样。像拉丁只能走一些体育类的学校和那些就是综合类大学里头有体育、有这个拉丁专业的。感谢东哥送的10个小心心，感谢东哥。咦呀，你要不送个大的，你送啥小心心吗？欢迎我东哥榜一，帮我东哥点点赞，谢谢。他也是这个专门搞这个舞蹈的啊，他是个技巧老师，也是集训老师。啊，我们就是女老师也多，男老师也多。你看是教什么？教技巧还是教集训？那技巧女老师也抱不起来呀，那100多斤了，疼呀。中国舞十级没有用，怎么能加菲还不想走这个专业？你就走特长生，但是太少了，特长生的学校太少了。清华是特长生，但最后是不走舞蹈专业的。或者你走综合类大学，练得没这么苦。能懂吧？一个是清华这类学校，这个学校，要么就是那个综合类大学。6、5。那问题是他们学了二十年文化课了，对吧？你不说20年，就15年文化课了，还是对吧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搞文化课。4、3、2、1，去。后面没有啊，综合类大学是什么？你比如山西大学，还有这个山东呀、河北大学呀、河南大学呀这一类的，你不是什么艺术类院校，对，就好一些。这个是三班的，
对，拉腿是超级难受，超级疼的。才十三，才十三不难，就是看你是忍不忍，不是忍不了的话，你就还是就是学你的拉丁，学拉丁这类的，爵士肯定是考不了大学的。哎呀，帅到被人砍，我怎么能忘了你呢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放心。你每个班都直播吗？其实我是甜甜老师班的直播比较多的，然后有的班的是不能直播，就是老师就是不让直播。感谢瑶光六八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考级没有用，考级是没有用的，不用考级，考级又不见不能加分。那肯定是你们拉韧带的方式不对，知道吧？你像我们这个训练的时候，你一开始看，如果一开始进来的话，你能看到他们先自己活动开，然后呢踢开腿，软度肌肉热了以后，老师才给他们拉。对，刚才7000人你们来，拉丁可以艺考，只不过拉丁走的艺考的方向是那个体育舞蹈，它属于体育类的。拉丁也挺好的。疼呀，他能给你表情吗？你想想。民舞可以艺考，就是中国舞可以参加艺考的。对，体育类不属于艺术类，它属于，就是拉丁属于竞技类。对，分类不一样。好就业，好就业。中国舞艺考主要考的就是基本功、剧目以及即兴表演。对，体操也属于竞技类的，人家都属于体育那一方向了。小孩现在考了10级或艺考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你考了12级也没有用。对，是的，你说对了，都得减肥，都得瘦，瘦了才行。他们是高中生，是参加艺考的，你小孩子是不能参加艺考的吗？对吧？哈喽阿皮，拉软开的，对，人多了，我也不知道突然为啥人就这么多。全国艺考统考等级不加分，是的，没有任何加分可言。你要是想有就是自家孩子就是有用的，你只能参加国家级的比赛，你比如小荷花杯，或者是那个华北五省舞蹈大赛，或者华南五省舞蹈大赛这样的。对对对，是的。需要老师吗？需要，你得附上你的那个毕业院校的证书复印件啊，以及你个人简历，准备各
个人剧目、个人舞蹈以及授课。他们还需要减一点，瘦一瘦。好辛苦，让孩子们休息休息。你腰好了是吧？摔到被人砍。走艺术专业是很烧钱，但是舞蹈相对来说还是最便宜的一个了，可以这么说。因为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，你像美术的话，纸贵不贵？油墨贵不贵？学音乐的钢琴贵不贵？对，录四音，他是来玩了，他是过来玩来了，他是那个提前活动活动。有空调，有空调，而且空调是开的，中央大空调，就在这个顶子上了，就那个大的红色的底下那个就是空调。艺考和高考有什么区别？高考只考文化课的话，它是只看文化课的成绩，对不对？只按成绩来说，然后艺考的话，你如果学的是舞蹈，他看你舞蹈的成绩以及你文化课的成绩，双达线。对，身高有164可以，164可以，你只要不是160以下的就行。对，女生个子170算条件不错的。在直播间的各位，动动自己发财的小手，帮主播点点赞，谢谢。那你田姐心情今天确实不错。北舞的要求，我告诉你，都在170以上，而且必须条件好，就是腿长、胳膊长、脖子长、脑袋小，这都是高三的。他们学了有两个月吧。1.25米多大吗？1.25米也行，其实各种就是特种型条件也可以。对，主要看身材比例了。后面那盘，175，你得95斤。你要是问我这个的话，就得起。对，九头身，大长腿，大长胳膊，大长腿。有小一口，有小一口。你可以私信我，点左上角我的头像私信我。我是山东大学，山东大学。
啊，我的主专业是那个舞蹈编导。对，腿和身子要有比例的，肯定要相当严格了，不是一般的严。就是哪个班条件好，二班下午的二班条件不错，他们那有身高177的，有174的，有177的，还有个就是五班。田姐是一个可以给我3年恐怖印象的好老师。几点开始的直播？我是10点开始，10点10分。对，舞蹈编导特费脑子，头发掉的。那会儿而且条件不好，每天拿着破诺基亚。四班在下午可以搂一眼。男学生一般都少，哪个机构都少。艺术是高考，他们是高考高升高三的。感谢那只恐高的鸟送的小星星，谢谢。露丝是不是又胖了？是的，他又胖了。对，没绷直。下午是2点开始直播，2点直播。腿粗没办法，腿粗就是他们学的本来就晚，不是从小练的。我目前才6年，一直想就是初中，你要找个好的高中，就是那种啥呢，招艺术特长生的，就是你到时候靠舞蹈特长可以上高中。然后他专门有一个班，就是这样的特长生，对你还好。今天是谁？哦，来，还有谁？举手。宇飞你听到了吗？我跟你说了，就是那个你需要，就是什么呢，到高初中上高中的时候，你就要选好高中了，知道吧？就要考哪个学校，就要靠特长，就是舞蹈特长去走，就是要拉伸了，横叉踩胯的请歌王。所有老师，所有舞蹈老师，舞蹈的学生都知道一个音乐叫情歌王，最痛苦的啊。不客气不客气，你要有什么你可以点关注，以后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给你回答的。Thank you.
为啥总下不去？需要时间才能下去。对对对，这是大胯大胯。有没有一脚可能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那一脚我们也得送孩子去医院了。爱五了，25了，那可以报名。你报名的话，明年我这就是明年三月了，得24年3月。是的，是的，他是疼。看那个谁在那，两个人呢？也没有一分钟，基本上差不多。一般这给他们感谢宇飞送的小心心，谢谢。对，第三个那个是标准的，因为本来就疼，给他们就是压的时候本来他们肌肉就紧张，一紧张就疼。Hello， 小灰灰。考完研报名去练个舞，跟高音。那不是，你到时候的话是跟专升本的在一块儿，他有专升本这个专业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小灰灰，是你认识的。男的也可以啊，可以练。专升本，对，专升本是有基础的。你好你好你好，这好久都没见过你了，这都多几年没见过你了，你一天忙啥了？我得回关你一下。丸子，丸子肯定好看啊。这个是他们的班主任丸子老师。别皱门，褶子。哦，打工的了，行，我随后和你联系吧。你的微信没变吧？你要是变了，你私信你给我发一个。啊，你看见他你才进来，感谢桑内送的小心心，谢谢。OK OK， 露丝了，露丝在我这边，露丝在这里。黑衣服姐姐感觉很邪恶。爸爸在这里。不是，是你到时候你要是不是你那个考研嘛，对吧？普高生那会文化就是专业课已经考完了，就是文化课了。疼的，他疼的都哭了，喘不上气儿。当年就是这样掰废的。你是咋掰的？你是一脚下去的吧？都是高三的。露丝那个表情，他应该他给你踩过吗？不踩露丝挺卷的。踩过就弯肩弯腰了。丸子老师择偶标准啥？有车有房有钱。不，重心往后。历年一次是吧？给你。露丝在这儿。说，我说。
因为我旁边坐的是甜甜老师，甜甜老师。这个也是学生，只是考完了，他以前也是那个，他是刚考完的。这个不是老师，这个是学生。那个是甜甜老师上一届的学生，因为他经历过，所以他知道怎么努力，该怎么练。他文化课没过，所以他去了那个省艺校。所以就是你们要就是有那个想学舞蹈的，一定要切记让孩子文化课的最基础的东西必须会了，不需要就是让孩子去专门去学那些，就是孩子本来就是反应没那么快，你就别让他学太难的文化课的东西，但最基础的一定要打好，懂吧？所以基础很重要，拿上最基础的分数就足够你考大学了。没有十三岁吧？哪有十三岁啊？十三。